每当传统节日到来的时候啊，我们的老师和学生志愿者就会来到红旗大街现场，为农民送上科技技术服务。每当农民有实际问题的时候呢，我们都乐意把我们的这个技术传达给农民，并且呢，我们把我们新研制的新品种呢，也主动的手把手交给农民，助力农民增产增收，也为咱们乡村振兴的事业贡献一份力量。我们今天过来主要是做一个线上线下的这个红旗葡萄的品牌推广。因为我们红旗镇位于这个辽南地区，然后我们辽南地区呢拥有葡萄生长的黄金纬度北纬40度，具有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酸碱平衡的土壤条件。是我们和六家科研机构合作成立了那个科技小院，坐落于我们的盛台村。然后我们一个能够保证我们的那个葡萄是纯绿色种植，纯绿色无公害的。